一看，在迷你世界中的主界面出现了四个非常诡异的礼物箱子，左边两个，右边两个。那么这四个诡异的礼物箱子究竟是谁把它放在主界面中的？小伙伴们，你们难道不好奇吗？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也见过这张主界面，那么请点一个赞。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我们发现这四个箱子非常的奇怪，它不仅出现了现在版本中的主界面，在上一个版本我和学姐也发现了这个箱子。小伙伴们，你们看，在右边依旧是两个诡异的箱子。这时候我和学姐发现离这箱子最近的就是兔美美，但是在兔美美的手中我们是根本看不到箱子的。小伙伴们，你们看，双手空空如也，很显然箱子和兔美美没有关系。仪表情包中的第二个就是此时兔美美的心情。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我们看一下。すごい。那么在主界面左右两侧出现的这四个诡异的礼物箱子，它的主人究竟是谁？我和学姐发现，其实它的主人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叫做玛丽露。在玛丽露的家中有非常多这种诡异的礼物箱子，并且每一个礼物箱子的上方都扎着蝴蝶结，十分的好看。所以说主界面中的四个诡异的礼物箱子就是玛丽露把它放到主界面中的，你们知道了吗？